热吗？我在铁花村十场的表演，好像有七场、八场都会下雨。今天可能，今天底下还有人带雨具耶。感谢上天，天佑台湾，天佑台东。但是在这么闷热的季节，这样的天候，其实有的时候我其实蛮期待一点的。小雨的，因为我在山坡地种了一些树苗，都没有下雨啊。带来这首歌《雨你》。代表你温柔的心情，雨滋润了大地，就像你对我的爱一样。雨衣你当是我生命所有，雨衣你编织了美丽的梦。
很辛苦呢。你是不知道啊，有时候可能也是自己的个性吧。那面对着大自然，总是希望用着一种很激昂的情绪对待它。我相信大家在一起面对着大山大海那种很心情愉悦的情况下，一定会有一种很澎湃的一种很激昂的一种情绪，就是就像自己唱这首歌，有的时候会很激昂的，在雨中很开心，看到的下的雨滋润着这片大地。我的话好像太多了。好，时间晚了，欢迎大家来到台东。那唱的这些歌，希望大家能够很开心，得到安慰，然后原谅我唱这些歌曲，唱到后面声音有些哑掉了。好，我该检讨反省，把自己的声音再练好一点。那最后演唱这首歌献给大家，献给这片大地，这片海岸，献给台湾，带来这首歌《海洋》。
忘却所有的烦忧，心情放得好轻松。云儿在天上飘，鸟儿在空中飞，鱼儿在水里游。伟大的海蓝天，悠悠自在的我，浪漫时刻总有一起唱好吗？Wow.
克。老，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。那等一下，刚刚有去我们甜花好店购买十周年海报的朋友，那可以先在座位上稍等一下。那等人潮散一点，我们再开始排队。那我们让陈建明老师休息一会儿。那大家请再稍等一会儿。那若是要离开的朋友，请记得随身的物品要带走。若是有点饮料的朋友，请将你刚刚喝完的空杯空瓶放进我们的八点色边，感谢大家的配合。